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生肖是我国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，历代呢留下了大量描绘生肖形象和象征意义的诗歌、楹联、绘画和民间工艺作品。比如以生肖来创作的邮票就成为集邮爱好者的收藏主题之一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黄永义先生设计的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行的第一套生肖邮票。这个生肖是什么呢？就是猴，所以猴票的收藏也引得很多的收藏家趋之若鹜。说起猴呢，人们总是有一种亲切感，但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猿猴其实呢是两种不同的动物。猴比猿体型要小，手臂呢要短，而且有尾巴，但是在民间经常把这两种动物并称，在古诗词里呢写猿的作品似乎要更多一些，比如李白那句脍炙人口的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李白另一首关于猿的诗。秋浦歌十七首其五，唐·李白。秋浦多白猿，超腾若飞雪。牵引条上儿，引弄水中月。刚才我们朗诵的是诗人李白的《秋浦歌十七首其五》。《秋浦歌十七首》呢，创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。这段时间呢，李白在秋浦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贵池游玩。关于秋浦呢，李白一生游览过三次，一共留下了七十余篇作品。这让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歌咏了秋浦的山川风物和民俗风情。这次呢是李白第二次游秋浦，这里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，北临长江，南接黄山，中部多丘陵，所以呢也就有很多机会来观察猿。这首《秋浦歌十七首其五》描写的就是秋浦这个地方的猿。诗的第一句写到秋浦多白猿，直接就告诉我们秋浦的白猿非常之多。第二句超腾若飞雪，这些白色的猿呢、欢腾跳跃的时候呢就像飞起来的雪。这时候诗人开始描画白猿的形态和样貌，最后牵引条上儿，引弄水中月，继续说这些白色的猿有妈妈带着孩子，互相呢在枝条上摇荡攀援，嬉戏玩耍，夜间呢还经常到湖边饮水弄月。前面三句呢都是李白的观察和描写，最后引弄水中月就属于李白的想象。这首诗尽管只是简单的四句话，但是呢非常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白猿的特性。白猿不仅有着如雪的外貌，还有着天资聪颖、活泼好动的生活习性，所以当我们读到李白写的白猿，那白猿的形象呢，就如同在眼前一样，活灵活现。通过李白的这首诗呢，也让人加深了对于秋浦这个地方的整体印象。这首诗也可以说称得上是一张属于秋浦的名片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猿和猴呢都活泼灵动，居于山野，但也常常出现在画家的笔下。在中国绘画史上，画猿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比如宋代的《艺猿集》，就是因为擅长画猿猴
而闻名天下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据传是北宋画家一元吉所画的《蛛网绝缘图》。《蛛网绝缘图》这幅画呢，所画的景物都集中在画面的左上方。我们可以看到黑猿一只手往上抓住了一根比较粗的树枝，另一只手呢正伸向前方，仿佛去触碰什么东西似的。再看黑猿的神态，一副昂首竖耳的样子，两只眼睛呢注视着前方的蜘蛛网。蜘蛛网的用笔啊十分的纤细，墨色极淡，蛛网中趴着一只大蜘蛛，形态逼真。我们都知道宋画呀崇尚写实的风格，所以宋代画家非常注重对于绘画技法的训练，注重对于客观世界的细致观察。一元吉为了画好动物呢，还在自己的居室后面梳凿池沼，蓄养各种动物，观察它们的姿态。这样长期观察下来呢，一元吉笔下的动物就栩栩如生，形态逼真动人。说起一元吉画猿，在中国近代呢，还有一位大画家，不仅在绘画上擅长模仿一元吉，而且呢，也跟一元吉一样细心观察，熟悉猿的各种习性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养猿与猿为友的张大千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张大千和他二哥张善资合作画的《红叶白猿图轴》。张大千的二哥张善资对于张大千艺术道路的影响非常的大，早年呢兄弟二人一块儿去日本学习，互相切磋画技，合作了多幅的作品，包括这幅《红叶白猿图轴》。在这幅画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白猿一只手抓握住头上的枝干，另一只手呢手里拿着一片刚摘下的红叶，显得特别的活泼。白猿的五官刻画也十分的精细，肢体动作结构准确，生动自然。尤其是白猿炯炯有神的眼睛望向自己手里的红叶，让白猿活灵活现，整幅画都体现了一种高雅的绘画技巧和绘画风格。在十二生肖中，说起活泼灵动、动作敏捷、机智聪明，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猴。在很多人的童年时光里呢，《西游记》中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。那些和猴有关的内容，比如猴拳、猴戏，关于猴的成语和故事，不仅属于过去，在今天也依旧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。